做得到，完成任务，哈哈笑。我有点兴奋呢。嗯，你兴奋什么？因为今天要挑战你的神秘任务啊。哦，没错，就是100秒神秘任务大挑战。好，你是第一次吗？我是第一次，虽然有点紧张，但好兴奋。那请打开。好。神秘任务大挑战就是乒乓球打10下不落地，然后我准备了一篮的乒乓球，可以练习吗？当然不可以练习啊！哎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！不行，好了好了，我挑战100秒，计时开始。那我拿这支，随便你啊。开始喽！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已经10秒过了。怎么办？我好抖哦。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加油加油！1、2、3，加油加油！我就要高一点。1、2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没有等一下哦，时间一直1分1秒再过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是用错手了。哎呀，这个打不到。我是左手，左手跟右手好像差不多。哎，有4下了，剩60秒，我觉得我要认真。你刚刚都不认真，预备看，1、2、3，难怪准备这么多球给我。你可以换其他工具啊。1、2、3、4，可以换吗？可以。我觉得要用这个。对对对。1、2、3，不行。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小心，剩30秒，才10下哎。不行啊，还是这个最好。你逃离不了5下哎。好难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有6下。可是是要10下。好 ，OK。准备一篮的乒乓球在那，你很聪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我很不会，一定不会到10下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在学校啊也常常玩一种啊，它叫箭玉，它呢很简单，你看球都绑在那个绳子上，你就把它抛，然后试试看。对，这样就不用一直捡球了。对，好，我来喽。好。好，再一次吧。1、2，哎，是不是先这里比较简单？都可以。1、2，算了吧。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